啦啦啦啦。我是东土大唐胡同拜佛求经的和尚，孙子些别杠，臭嘴给我闭上。西天拜佛究竟让我一路觉得倍儿棒，还有一车大姑娘捯饬的人模人样。在西天的路，哥们儿从不自个儿走，胡同 homie 都很酷，就是长得有点丑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开了几瓶燕京啤酒，就这样度外的招惹那些最笨的狗。师傅，你看胡同把口有个妖怪，哎，俺老孙这就板砖招待，哼，东四十条扔到郊外，哎。谁敢自辟谁就歇菜，哼，好赖曾经也是四九城的齐天大圣，这又是哪儿的臭鱼烂虾，号称九龙一凤。师傅说马逼哥车之前先把二八发动，我汽车一路平摊，而你松的一动不动。这里是八戒的八，住在八大胡同的八，有什么地痞流氓我老猪都发泄的啥。听说那院姑娘要做我那家业的妈，害我猴哥和沙师弟吃了仨月的瓜，对我踩是踩着点儿，可干起来真带劲啊。那三位大蜜都要嫁我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大家都是惦记我的，那斯文不能当宝，我只能说到这儿了。大师兄被妖怪逮走了，嘿，二师兄被妖怪逮走了，嘿，师傅也被妖怪逮走了，嘿，坚果们该出来喝酒了。大师兄说的对，二师兄说的对，那观音菩萨说的对呀，只有师傅还在睡。有时候真想给他一逼豆子，给他加个背，然后对着他的秃瓢说句词就我很累。大堂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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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杠里个楞里个楞里个楞，大堂杠，大堂杠，大堂大堂大堂杠呀！这西游真他妈费嘴皮子。最后我再教你一句最牛逼的，你一定要记好。俺们长小量子 fans， 跟着我念，大声点。俺们长小量子 fans， 本节目说的挺对，如有雷同，绝逼抄袭。